宝特瓶回收、再生再利用，是把错置废置的垃圾经由环保回收再生系统转换成可再利用的资源。尤其你用水宝特瓶的原料为石油，将回收宝特瓶经再生系统还原成 PET 塑料，织成环保原料布，剪裁成衣物。环保的推行与实践为国际狮子会300LG 2014-2015 年度总监方静静师友年度重要活动，并落实在制服、运动服材料之采用，同时也鼓励师友以蔬食替代肉食，为节能减碳、爱地球尽一份力量。节能减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希望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上。所以我们300A2区推广环保，不只是从制作源头开始，也是落实在我们的实体上。如此用环保原料做墙面的设计，做环保纸板来做衣柜，用宝特瓶做建筑的材料，甚至我们用宝特瓶回收做成的原料来做各种的衣服与日用品。我们希望抛砖引玉，引领更多的社会大众节能减碳，把垃圾变黄金，为爱地球而努力。